诚信，诚实守信。什么是诚信？诚信就是诚实加守信，即诚实加守信等于诚信。诚实是人性的本质，木讷是悟性的本质，狡诈是兽性的本质，超脱是佛性的本质。诚实的表现是实事求是，不扩大，不缩小。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行就是不行，鹿就是鹿，马就是马。穿上皇帝的新衣就等于什么都没穿，渴了就是渴了，饿了就是饿了，嘴上说的就是心里想的，不拐弯抹角，迂回绕弯，见风使舵，欺上瞒下。守信是完美人性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所谓守信就是要全面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所谓守信就是要言必行，行必果，所谓守信就是不信口开河，欺骗他人。父母精心抚养子女就是守信，子女尽心赡养老人就是守信，部下专心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守信，上司爱心体贴下属就是守信，严格履行合同协议就是守信，说话算数不令人失望就是守信，反之就是无信。真诚无欺，信守诺言，表里如一，一诺千金，就是诚信的表现。人生有三大财富，即物质财富、精神财富、心灵财富。三大财富中，心灵财富属第一财富，精神财富属第二财富，物质财富属第三财富，诚信属于心灵财富，所以诚信是人生的第一财富。